午夜乱谈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我是主持人刘一德。来，紧张，紧张，紧张哈！啊，这个选举呢，愈来愈晚了，今仔日是31哈，31，啊，佫过12天啊，1月13就要投票了哈。啊，咱节目甲投票中间又佫一届哈。那么今仔日。这个咱吼平常心啦吼，这个阮台联是小党的吼，我小党的嘛未讲伤侪台联的，我但是讲一撮啦，一撮啦吼。但是主要是要讲咱的选举的现象，我笑开啦，感觉哪有哪有人的国家会遮奇怪呢吼？选举哪会啊创造这個、别个国家无民主国家未无可能发生的吼，啊伫台湾会发生的，就是、我讲七个吼，叫做七个笑话吼，你七笑，我七笑。要讲这阵，我先讲一个国际新闻。国际新闻其实对咱台湾来讲比国内新闻更加要紧。哦，这唔能，尤其是甲台湾相关的国际新闻，大家一定爱知啦。吼，咱唔能讲算计算到头壳戆戆。吼，最近有一个差不多5-6天前，还是6-7天前，我未了。咱顶个礼拜甲即马中间吼，那么有一个新闻就讲美国吼，美国要谈伊这个。关岛吼，诶，北平面有一粒岛吼，小岛啦吼，啊，叫做天宁岛。诶，天宁伊是翻译个，但伊是英文发音，Tanya 吼 ，Tanya Island 啊，即翻作天宁岛，听起来敢那迄落，汉字一名吼，上天的天啊，安宁的宁吼，但是其实伊是翻译个吼。即个天宁岛，要讲天宁岛，以前先讲关岛啦吼。其实咱台湾吼，足侪人唔知影讲咱个。在咱的边啊，无偌远，差不多2000公里哦，就有一个美国的领土在咱的边。咱离日本差不多哦，当然你若比这个与那国岛、与那国呢哦，足近嘞哦，110公里呢哦。所以有当下好天，听讲对这个宜兰花莲的较悬的山看就看到哈。诶、哦，其实咱这个有人讲，哇、哦，咱是中国离咱的边啊，足恐怖啊哈、哦。有啦，你若用金门马祖算，可能足近的啦。啊，若用台湾本岛算，其实同近的这个。中国离咱台湾上近的这个平潭岛吼，还佫130哩，130佮新竹吼，啊，咱离日本的诶离岛诶，与那国岛足近的啊，吼，101尔吼。那么这个美国的领土离咱外近啊，佫较近，啊，不，比咱想象讲，台湾离美国种的，离足近的，对关岛吼。关岛吼，伊的面积差不多伫迄个吼。就1000外2000遐啦，差不多应该2000左右啊。我要详细看迄个图吼，应该咱台湾嘛未少人捌去关岛佚佗过吼。差不多离咱的东方吼，花莲宜兰出去差不多吼，东小可往南啦吼，小可往南一点点吼，也差不多2000公里左右啊，啊就拄着关岛啊。所以去关岛其实足近的，吼比去东京较近。那么到关岛吼，关岛毋是一粒岛吼。伊迄个岛本身无大啦吼，咱就讲差不多1000外2000遐吼，吼差不多甲咱台湾顶差不多，哦差不多一个宜兰啦吼，宜兰县也是讲吼，类似啊，就咱的县，一个咱的县市遐尼大吼。啊，这个关岛伊毋是一粒岛，伊是几排，伊几排吼，关岛是较南边啊，北边总远差不多450公里外，就啊一连串的岛屿吼，迄是伫太平洋顶管，所以其实应该讲啊，就关岛群岛较对吼。啊，不哩个关岛是内底上大粒，所以美国的一寡生活机能啦，啊，一寡当地即个吼太平洋的岛国的民族啦，拢伫遐哦较济，啊有佫一个哦类似首都安尼吼，人口应该嘛要4-5万人尔吼，即摆毋知有增加无，我毋知一定个印象吼，20年前捌去佚佗过，那才4-5万吼，啊，但是主要伊是一个军事基地吼，那么你若了解关岛，你就大概美国人一直拢伫咱的身躯边啊，哦，而且因为当年冷战的时候，伊要对付这个苏联啊，哦，啊，即马苏联败去啊，但中国强起来差不多啊，哦，中有一段时间差不多低潮，就讲较无需要，哦，因为伊日本解除武装了后，美国嘛爱保护日本啊，南韩啊，吼，啊，即强匪啊刺激个，强匪啊，伊虽然无家己讲要拍，但是伊甲北韩讲，你当作我的拍杀手，我的拍手，你定定个惹伊生气。常烧一段，常甲吓，哦，安尼吼，啊，所以美国讲啊，在咧，即袂使伤轻，煞袂使放松。
所以关岛有正港正班的美国的驻军，而且关岛嘛等于是美国的领土吼。关岛另外敢那有派中岛啦，美国派中岛啊，好，好来，啊，像这个关岛伊本身就是已经有军事的基地，啊嘛小可有这个商业吼，但是伊的北边面吼有一个天明岛的，他都要念一念吼，离差不多我那一两百公里，百外公里吼。但迄点呢，伫二次世界大战的时，就是一个要对付日本的这个军事基地啊，顶管机场啦，什么大炮，什么港口挡啦吼，就这叫做天宁岛吼。啊，这天宁岛其实伫这个日本投降了，啊，美国吼，有防守了啊，大部分的兵啊，你无可能去夜战一个较细粒的岛啊，拢集中伫关岛这个主岛顶管。啊，所以这天宁岛变作敢若废弃安尼，废弃的这个一军区就对了吼。最近美国佫再要开钱，要甲整顿起，吼，迄个所在等于伫关岛群岛要有两个较大个基地，关岛本身以外，遐佫变一个天宁岛佫一个基地。即、這个新闻是要甲恁讲，我讲细规波就是要甲恁讲，其实美国伊全球个战略吼，即、這个中心点慢慢啊刷对亚洲，尤其是即个远东地区来吼。啊，甚物原因啊？足简单嘞，啊，强威啊，刺激个啊，吼。其实美国吼，咱讲实在话啦，甲川普顶个川普做进程。伊的这个对中国的敌意吼，无介强啦。伊知影讲这个有咧发展，你唔知影讲哪要拍要死。尤其是奥巴马时代，奥巴马是较左派，伫美国来讲，吼，左派来讲，一般来讲，伊看世界吼，伊袂讲，我随时拢准备要有人要白振东的，伊就要讲安怎吼，会较采取较柔性的方法吼，安尼啦，啊听啦吼，哦，啊这奥巴马其实伊做执政的八年吼，对。中国是轻声细碎啦吼，唔是无提防啦吼，但是无啥敢遮安尼啦吼。啊，嘛足侪人批评共和党的人嘛批评奥巴马讲啊，就是你迄背档啊软烧烧吼，啊拢唔敢得失，啊唔敢呛声吼，啊怎啊伊怎啊一直大尾起来，啊无你啊讲实在话，提早十档准备吼，开始甲抵制啊，强啊即马反正早就内乱啦吼，这个经济啊商业等等吼。好来，我讲到这吼，这个新闻我无必讲伤长吼，因咱花较侪时间来讲个选举吼。讲到这，我就是要讲，其实咱台湾不管你是哦以美论的啦，什么好无信心的啦，什么卖小钱啦，啊，这个世界也毋是干台湾甲中国啊，强威啊要向全世界扩张，包括菲律宾即嘛要惊死紧张死呢，今嘛日本嘛要惊死啊，哦，啊南韩即嘛小可蹲在南韩一开始。是想要邀中国来制北韩吼，咱就靠这个愈来愈清楚，两个电影去分开啊嘛吼、哦。所以啊，美国一定伫关岛是一定吼，伊、哦、要支援，还是控制，还是讲监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中心点哦。伊对关岛向西边就是台湾，向北边就是日本，向这个西南边就是这个菲律宾吼。哦啊，佮向南就是澳洲，这是一个战略要地。这个战略要地本来是一粒尔，就是关岛，吼、啊，即摆要加一个天宁岛出来。天宁岛较细啦吼，关岛差不多一半多，但是有哪吼算起来，我讲有哪几啊百平方公里有啦吼，无甚至免去。等于咱一个小关，吼，比如说像彰化一千啊，对无？可能比彰化较小一撮啦，但是咱袂记哦。就加沙走廊才偌济，500平方公里尔，吼，啊，都要甲全世界变变叫吼。好，以这个角度看，再次提醒大家，国际新闻大家爱注意吼。啊，在美国，这個、重返亚洲、重返亚太的这个姿势非常的清楚吼，这大家爱看有吼。好来，讲到这，一定也要开始讲这个选举啊吼，这个过十二天就要选吼。那么要讲啥呢？我是感觉有呾看咱台湾选举足好笑，我家列出几项，这还佫足侪无列，但是我列出几项较明显的，会感觉很可笑的，诶，这个吼，你选举的这个的现象啦吼。首先一项，咱家己吼身在其中啊，唔知影吼，只缘称身在此山中吼。不知庐山真面目，就是定你描写一个人，伊伫迄个环境内底啊，居家过吼，啊其实唔知伊若伫外口看，伊才足好笑吼，哎，就第一项，你无感觉讲，吼，一个选举选到尾啊吼，总统这个选举三个候选人咯，哦啊拢
伊不管是伊个边仔个壮力甲修理，还是讲伊家己爆发个问题，拢去吵啥？即马焦点，尤其即一礼拜完，拢去吵因兜吼，哇，那一栋遐大个楼仔厝，啊咧租人，哦，百几间，即足奇怪啊，哦，拢吵啥吼？啊，我咧柯文哲，哦，我咧头头讲个好友伊，啊，即柯文哲是，哦，去买一块地。十外年前买这地，吼，迄地讲要来养猪安尼吼，迄炒地皮，吼，啊，佫是同其实同盖无问题，就是赖清德吼，咱莫讲偏私讲嘛，啊，就伊个少年时代，因老爸伊两岁就死啊，就过身啊，吼，啊，老母甲囡仔出来，住伫矿寮啊，矿坑个寮啊，啊，那有一间厝，啊，建筑怎样？甲年久月深啊，都五六十栋啊，啊，内底若要住人，免佫。小可饲啊，二十年嘛，唔免吗？但是即马国民党讲哦，国民党讲歹势。即马国民党讲哦，不然这违建嘛，啊，你搞咩？切，啊，你做副总统就使用违建哦。这当然，这件我哦要变，我当然爱替罗清德，因阮兜都隔壁，伫住伫隔壁乡咧吼，啊，我嘛捌去遐坐过吼，啊，其实是去。欺人太甚吼，欺负人太甜咧。人迄一个艰苦人，善良囡仔厝啊，硬要共拗做讲违建啊，无分明明都三十平尔，啊要共拗做什么两百几平啊？好啊，啊这其实乌贼战啊，我伫电视捌讲个，你就讲，你讲阮有大楼，阮包租公，我一个月收百几万，嗯，啊你嘛有，哎你嘛违建，乌贼战啊，啊柯文哲哦，炒地皮啊，你再讲就够。我即马先卖讲着，我无要讨论这啦吼。我想讲，哎，人总统，你选迄总统是吼，伊台湾这个全世界战略要地，全世界拢在看。啊，而且咱台湾嘛，毋是一个真正偌小的国家呢。哦，2300几万人啊，这全世界科技真尔发达，经济嘛未歹，十几名哦，一重要的国家，个安那选总统那拢在讲这個，啊，无人去注意讲你个政策要创来要创，都无人拢讲这個。讲实在哦。即若民主国家的这个哦，官记者来看，伊讲做好笑，那这个国家在创啊，哦啊，无你讨论哦，国家的大方向，用经济政策哦，左派右派有啥物无共哦啊，我要改革对一条哦，啊想对一条错，我要甲补起，但无你讲这个，我讲因兜的厝是违建哦，笑的。第二个，你有感觉奇怪吼？哪有人哦？这个你选总统嘛，这点我就。嘛是拢，大家拢听啦吼。要选总统，啊你徛站遐三个你辩论吼，啊，讲实选总统就是国家，毋知哦，选总统，哦，啊无你就讲我咧选县长，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长，你就讲啊，就选总统就是独立嘛，对不？这个逻辑，难道侯友宜跟柯文哲不知道吗？哦，啊佫底下反台独，啊你犯啥小台独啊？我甲你问一句话，你是？同甲你好友伊咧是学历是假的吗？你无读博士，你毋是讲读个博士哦？你连基本的逻辑都咩？你若唔是独立的国家，你哪有资格徛伫遮选总统？哦，后来哦，你讲无啊？我是中华民国，我唔是台独啊！哦，啊问题，蒋委员讲你中华民国嘛是台独啊？你伫要甲规要甲摆迄个对象，伊就讲你就安尼嘛是台独啊？哦，啊是啊，两个中国嘛咧，啊人就拢甲你讲，你袂使讲安尼。啊！你著台独啊！哦，啊！家己讲，伊反台独，要选台独的总统，啊！叫家己反台独，那么就是，人无你选啥小，无恁两个是选啥小啦！哦，好来，这第二好笑，这第三个好笑就讲哦，这哦，这足济啦！我怎啊？反正咱也，啊，剩这六七分钟讲袂了，好来，迄个捌去用罢免过的人，哦。伫高雄做，虽然伊做行政，是一冬后就去用罢免啦。啊，罢免迄理由其实大家拢足清楚的吼。第一点理由，大家拢听你选到高雄市长，你就讲要去选总统。即高雄市选民当然未接受啊。即坦白讲，即甲意识形态无啥物直接的关系吼。有啦，基本票拢是意识形态，咱知影。但是会去用真正去用罢免掉，迄就咱感觉你看袂落去，看袂啊，你假骗的啊。吼，啊你毋是要选这個，啊你毋是要做好。啊！呾选掉了怎比？怎马上呢？吼、哦！选掉了无两个月就跳槽，就讲要去选了，靠！要你真笑的，诈骗集团，未甲你罢免，后过来啊！罢免的票嘛差足济哦，吼、哦！
哦，你若讲好啦，你若讲啊，你甲罢免的人，吼，伊种暂行的暂行罢免的，敢若九十四万啊，95万吼，啊，反对的20000几，哦，当然伊会讲啊，不然我超工操作完了，我要抵制，不管咧民主选举啊，外国人你看足清啊，你去用罢免的时吼，只反对你用罢免的，敢20000几票嘛，对吧？啊，暂行的达到95万，绝大多数的高雄市民很厌恶这样的人，就把你赶出去啊！安尼的人会当提名，我讲即届选举是笑话啦，会当去提名当个国民党的政党票。注意听，这政党票是咱台湾人咧见头，无啥咧重视哦。唔知伊的政党票其实是在讲我党的政策哦，我人才偌好，政策偌好，所以你投我哦。你甲人无关的，你投我。啊，所以这个人才很重要吧？哦，而且，哦，叫去共排吧，叫无啦，甲排伫第一名，韩国瑜去用罢免的人，咱先莫去对个人人身攻击，拢嘛，哦，就干那用民主的这个，哦，一经历讲，啊，这咱就袂使啊，哦，这唔是个人的重大挫折，这是国民党吼，诶，这个人才库的重大的耻辱，就讲啊，他去用。罢免那些比例够遐尼高，90几万票对20几万票，这种人无你啊，真正要甲用，无你嘛用等于你的幕僚系统，还是讲吼你吼其他甲选举无关的职务，这我无意见你吼。你内底有人才，比如讲啊，要叫伊啥物做部长做啥，迄领导的代志，你政党票第一名，这我那表示民意呢，伊嘛是民意代表呢，嗯，啊他用这出来笑死人，这足好笑的啦你。你等下跳出这个五里之外去看这个剧哦，做好笑，看哪样嘞？笑话啦！我搁念一届讲哦，这个七笑啊，这个本即届台湾的选举哦，我讲一下，我补充嘞，有袂少人，包括足侪咱较热闹的人，我拢讲，这台湾的民主足伟大哦，足珍惜，咱台好啊，保持这拢无问题哦，啊，咱若无好啊，保持到去阿强啊。啊，是讲阿强诶，协力政党提都无安尼，无选举，这我拢同意咧。至少你嘛，咱家己咧选这个举，吼，包括民进党，包括国民党，包括民众党，这小党，大家嘛要提高我咧这个选举，选互人感觉看起来感觉做有办咧，吼，对哇？看起未歹，品质真好，这选举过程，吼，这真自由，真快乐啊，吼，啊，选民真地位真悬，吼，你选票，你当票真够当，爱安尼互感觉安尼。到目前为止我当然还未开票，我唔知啦。到目前为止看，敢那，唔知咧乌啥，嗯，啥物？啊，选总统，你讲因兜的厝是大间啊、细间，有违建啊、无违建，你讲啥笑啦？哦，恁的台湾人拢在注意这尔吗？哦，第二啊，当然你嘛会使讲啊，无啦，迄条角度对有关，后来再说啦。哦，我头下讲这有好笑，哦，这叫罢免的变第一名。啊，意思都唔是，啥逆势操作，拢一百姓都突然来，我都提第一名吼。讲到这我嘛，哦，我的人是公道咯，我嘛无要干那讲修理国民党。我甲恁讲实在吼，这个台东是影响到台联一挂阮的哦选民啊，就是讲抢救王义川大兵哦，三票都给民进党，这听起来干那。跟阮无关系咧，其实有关系嘛，足简单咧。我讲啊，你个三票拢互民进党，啊，台联就死啊，毋是台联死尔咧。什么激进党嘛死，时代力量嘛死，绿党拢爱死。我有讲过迄个四柱论、四条论嘛，好无？民进党毋是靠一个人、一群人领导起，毋是咧，甲也是讲用钱，哦，用特务啊，哦，架起来一个这个专制政党，毋是，是当年是透过基层，哦，啊，基层四大运动。我讲过嘛，环保运动、青年运动、哦，工人劳工运动，甲这个中小企业运动，四个运动甲打起来。啊，这四个运动分别是即嘛，除了民进党有哩加减哩杀伊话吼，但是伊即嘛，嘛边啊毛四个政党都要分别代表这四种力量吼。同干那环保运动就是即嘛有绿党嘛，伊嘛未少票了吼。时代力量就是。青年运动一挂无一定同意民进党的一挂做，伊就变时代力量吼。激进党哦，伊就是看左派的吼，因为伊领导者整个群都是左派的。其实这三个党拢左派啦，我就是在那里讲的。哦，台联党是较右派的，
中小企业，过来阿辉伯，迄种创这个党的时期，考到的反对这个外省挂的，嘛是拢一挂台湾的中小企业。所以这四大运动，其实民进党若巧，应该爱好的存在，而不是推一个王义川，啊，要甲我讲，大家来救王义川啊！啊，这都唔能混嘴，唔能混嘴，这四个党就四个，你四只脚剁掉，一条刀啊，四只脚拢剁掉，你会当活偌久啊？你敢搁一条刀啊吗？哦，我讲这些，我讲的是为民进党，你吼，这没必要把我打成是反民进党，你靠你民进党愚蠢呐！哦，反过来，啊，你若真正要救王义川来遐重要，足简单嘞，你就甲排入去第十名、十一名、十二名，还是伊若真正优秀个，你当爱排第一名啊？我们用刚才韩国语那个逻辑，啊，你若从外人甲排第一名，啊，无你嘛韩国语讲不咧排第一个吼，国民党的十三、十四，你排第一名一。排第一的意思是足好的，啊！你咪讲王义川足好，啊！你咪甲排第一名，你甲排第一就袂调十六名。伊讲想排十四名，其实头前还佫差两个查某落，你十六名就用袂袂，啊！你咪你的民进党这么瞧不起他，啊！你又说要抢救他，你是讲啥？哦，你逻辑也是头壳坏掉。好了，我先讲这个四个好笑的，后边佫有三个咱吼，哦，这个后礼拜然后叫佮报了。做好就不止七个啦，我是为着要斗这个口，斗这个好讲好批评嘛，你看，七笑，七民主七笑，七个笑话那个笑，民主七笑话啦，民主七笑，那个哦，刘一德七笑，啊，那哪里哦？这边先讲这四个，咱各剩三个不如，但是我最后要讲一个。最近我有去咧扫街吼，这扫街吼，这有两种讲法，一种头脑足清楚的选民，伊讲吼，啊赞啦，就到来即届要投台人，但是啥要投台人？啊，民进党吼，嘛爱有本土个阵营，本土个主力，即我感觉这头脑足清楚。啊，有一阵人伊讲，啊恁若袂调吼，假如讲若要阵营，我袂，要阵营我就投国民党，投民众党，投哪军个投。这个真正头壳歹去的一组，我甲大家讲吼，制衡吼，爱这个国家有对国家有向心力的人制衡，这才叫做制衡吼。啊，你若引进外部力量，就是强匪的糟糕啊，协力政党入来制衡的，啊你就马上边仔叫更掉咧，这个强匪的糟糕叫你创啥，你也唔敢无创，到尾就去规组害了了啊，所以。要制衡，同款，咱这个时代嘛爱制衡，啊制衡哦，哎，但是唔是叫强匪的糟糕政党，所以有个人哦搞不清楚，啊，今麦较大就国民党，啊，我讨厌民进党，所以我就斗讲，问题国民党是共产党个啊，会新党部啊，哦，啊你斗好伊共产党用敌人来制衡你自己的党，你是头壳有问题是哦，啊就念死啊，哦，咪头壳拍大家就听到，哦，好来。过来，这小可讲着台联哦。啊，既然歹用本土制衡，啊，毋着头拄仔你讲迄几党吼，就较台湾的吼，较绿的这吼，台湾绿党什么，激进党什么，吼，时代力量啊，台联党，用这来子，就安尼着。讲到这拢危机拢在先，这有一个问题吼，这看起来就左右问题。一直啊，伫咱的节目嘛捌讲过，其实民进党、激进党、哦，时代力量跟绿党这四个泛绿政党哦，其实拢是左派啊。台湾欠一个右派，啥右派的中小企业，啥物主张看会出来？阮反对免税换证，阮主张本外劳要脱钩，吼、哦，啊主张这个减税，主张这个本团结对抗中国，吼、哦，这拢较右派的讲法，团结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右派的观念。安尼听好了吼，就讲两个层次，第一个制衡袂使叫外来政权的，还是讲伊倾向。未来要侵略台湾的共产党，你这样袂使来制衡，你制衡你就死啊啦！过来，平平地本土要建一个政党，会当监督民进党，哎，佫袂当背骨台湾的，其实哦，安尼听下来，我卖佫讲了就上明显的自主性倾向。你要在过去这哦，这被当的偏左的政策影响之下，其实要制衡，哎，建一个比较没有那么社会主义的力量，才是正确的。以上不可喝，咱今天。情况下，有可能要等下。